师傅上一次开示西瓜属阴要放在左边，他请问水果品种很多，大致怎么样判阴阳左右呢？水果很多，你看啊，比方说长在阳光下的就是应该属阳的，在地底下的长出来的那有些东西就比较属阴，你只能看着，你比方说红苹果它一定是属阳的，在太阳下苹果才长得好的，对不对啊？那么你说水果阴阳倒不管，最主要问题形状要当心，还有就是水果的供法要当心，你不能把这个西瓜都有头尾的，你不能把尾部对着菩萨的像。明白了吗？明白了，感恩师父。